小伟游戏说，你看我来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你知道吃鸡里什么武器声音最小吗？今天我们来聊聊枪声最小的三把武器，想偷袭选择它们没有错。第三，维克托。维克托是一把非常强势的近距离武器，射速超快，秒伤高达558。不仅如此，后坐力还非常低，因此它很适合装消音。装备上消音之后，枪声非常小，是偷袭神器。第二 ，VSS 上榜毫不意外，因为它自带消音器，不需要额外去装备枪口。VSS 的枪声100米外就几乎听不见了。正因为如此，很多人捡 VSS 当作阴人武器。但 VSS 非常考验玩家的压枪水平，因为它的基础伤害低，点射想要击杀非常困难。第一，十字弩。十字弩是吃鸡中声音最小的武器。作为一把特殊武器，它有着比肩 AWM 的伤害，一枪能击杀满血三级头，再加上声音极小，是自杀神器。但它的使用难度很高，需要大量的时间练习。小伙伴们，你们希望小伟下期做什么内容呢？喜欢的记得关注、收藏、转发下哦。我们下期见。